你知道吗？快递也会携带病毒。双十一剁手仪式刚刚结束，快递检测呈阳性的新闻就频频爆出，是快递的扭曲，还是疫情的沦丧？最新研究指出，快递很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感染了病毒，例如曾被存储在疫情爆发的特殊环境中。研究表明，相较于常温环境，新冠病毒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会生存更长时间，这导致一部分快速到达的包裹仍携带未灭活的病毒，并很可能在人们取快递的过程中发生传播，或者外包装沾上了患病人员的飞沫，并且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处理，就可能携带病毒。双十一快递到手，做到以下几步即可安心接收：一，在室外完成快递的拆取，避免带回家中；二，条件允许的话，请戴好一次性手套，避免皮肤与快递包装的直接接触；三，用75%的酒精对快递进行消毒。剁手党们学会了吗？我是全叔，一起唠点知识嗑。